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Hello， 帅帅哥姐们，我是阿一墨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娃子姐，我真为娃子姐高兴，她找到工作了。她今天早上一大早她就来上班了，知道吗？然后我现在，来看一看她，她有没有在好好。都是这样子，连饭都不吃。没有啊，我吃过了呀。你觉得我吃的怎么样？你觉得我吃的怎么样？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。